我先答第一件先。哇！最低开始，八宝夜明海。嗱，呢啲就三属性咯，废嘅出售。嗱，呢只废啦，三属性。出嚟，双特技。我冇特技，双属性。政治七点七五，政治七点七五嘅三，都唔系靓装。两件，但呢件我唔买住。目前做咗两件，靓装一件都冇。三属性之后两属性之后一定系有特技嘅三属性。咦，阿 Nico BBQ 好似睇通咗条路喎。我嚟啊，睇下咪啦。九支将，天宫，唔出，但系都系双属性，智力政治，拿一拿呢把。三件残装唔算系靓啊，呢件唔算系靓。佢仲有一个双特技，哇，都系哇三属性。呢件卖得垃圾，七星宝刀有两本，双特技又系三属性，又系废。第二件七星宝刀特技嚟啦。都系冇特技，双属性，但系都唔系靓装，六件都唔系靓装。方天画戟无伤我有噃，万力都唔错，是但啦，有啲靓属性就冇乜所谓嘅。你话佢专属嘅话就无伤。嚟，双属性啊，呢个冇乜用。统率政治冇用，卖嘅嚟。打咗七件产装啦，靓装系零噶。嚟，特技，哇，都系冇，又系啲攞去掉嘅。死咯！今季咩事啊？好，我哋嚟啦！千龙偃月刀有两把可以做，我哋先做第一把。嚟啦！双属性系坦系统率比较高嘅。咁呢个系第九件产装，但系都唔系靓嘅。而家目前九件一件特技都冇，何留意啊？嚟，有影神，第十件产装提高2%会心机率，触发时兵刃伤害提高。但系呢件装备系冇武力嘅，顶佢嘅掣又要洗嘅，但系洗都唔会洗佢啦，我有其他装备洗。总之有特技当靓装啦，如果唔系我都唔知咩叫当靓装啦。唉，希望渐入佳境。好，跟住去大池咯，我哋大池啦，我哋开始嚟打武器先啦，我哋打做第十一件产装，卖，明朗，但系呢啲属性唔靓啊，政治统率卖。会唔会有惊喜？产装三属性，呢件系第十一件产装，我跟住我打第十二件。我而家唔停噶，大家照 back 啦。我一出产装就会 stop back 噶。
三屬性，雙屬性，三屬性，三屬性。跟住我哋做防具，得一件橙裝武器，賣，全部都賣。好，橙裝出現，第十二件橙裝，又是三屬性廢屬。第十二件橙裝賣，好，大家俾下一件，我繼續。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出來？輕盈速度 6.8 都沒有太低，這裡流流地啊，今季今日不適宜做裝備。你出來，有了特技橙裝乔装，雷无用的自打之法，造成控制的机率提高。战斗第二回合，使敌军群体一至两人处于预习状态。第十三件靓装二，乔装三废属，你全部三废属。好，大家俾下一件。哇，今季都难。难咯，我系揼第十四件，劲啊专属。诶，利爪系纸装嘅，唔靓啊，冇力，搭唔正嗰个属性度。如果搭到智力就有啲。诶，又出橙装啦，三废属。我哋而家系第十四件，卖咗佢。好，大家继续啤。三廢屬的紫裝，三廢屬紫裝，三廢屬紫裝，鐵礦不夠，二話事，繼續。雙屬性，但係都麻麻地，唔夠勁。Thank you， 經過你身旁的路人甲訂閱三廢屬紙裝，三廢屬，兩屬性都係賣，冇咩突出。欸，雙屬性橙裝第十五件出現啦，三魅力7.66統率。呢件估計都係賣機會大啦，不過保留住先啦，遲啲我睇下啲屬性。7.66統率其實好少。終於開翻次雙屬性啦，唔係真係大家輸分啦。好，大家俾下一件，我再慢慢揼。嚟，我哋揼第16件橙裝出嚟，雙廢屬賣，三廢屬賣。雙廢屬，又是雙廢屬。如果是要紙裝，一定要有特技，然後搭正嗰個屬性先得。萬力搭正智力嗰啲咧，咪立萬力搭，即係嗰啲加力量嘅特技，咁啱又揸，應該冇力先啱，咁啱又擔冇力先得。欸，出嚟啦！喂，呢件好似有件差唔多樣，同一模一樣咁滯喎。文獸披7.77魅力。3.54速度，冇乜用其實。我好似有件一樣咁滯喎，因為我呢個面板好相似。頭先係第16件啊，我未改啊，頭先16件，我而家打到第17件。
双废属，三属性残装废嘅，见到三属性其实都卖得噶啦。好，已经打造咗17件残装啦，但系都系唔靓咯。靓装嗰两件其实都麻麻地，形神三废属，乔装三废属，一件靓属性嘅都冇，同埋一件单属性都未出现。双废属，双废属，单属性统率 7.8， 留一留。三废属，三废属。诶，双属性特技，第18件，呢件靓装。哇，有观众啤特技喎，边个观众咁叻啤特技啊？拍染，跟住双属性都派啊啤。好，荆棘受到普通攻击时反弹5%伤害，荆棘魅力政治真系惨，好惨啊！我啤下一件，我哋仲有。揼多14件，嚟睇我会多咗件铲装啦。废嘅三属，废双属，废三属。诶，铲装咁快出现，双属性，速度魅力，不过速度得6.8，真系好低，6.8真系好低。买咗佢，啤下一件，6.8咁低，我写翻先，第十九件啊，头先系第十九件铲装，废三数，诶，又有铲装啦，双属性政治速度，呢个又系废嘅，买咗佢。哇！今季嗰啲装备好差，我哋仲有8下，但系铜币唔够，买埋先。好，再揼，有冇机会再有铲装呢？铲装率都高嘅，但系系废咯。铲装率高系废，废三属，铁矿唔够。再嚟，啲头先系21件未 mark 啊，21件 ，OK， 铜币唔够咯，冇咯，做唔到咯，呢下真系做唔到咯，呢个铜币弹唔到出嚟啦，有冇地方攞到多少少？都争40000，哇，做一下太贵啦。这个元宝换铜币不抵的，不要换，但直播效果死了，去吧，整多件出来吧，我感觉到这件是双特技铲装，出来见我，是双属性废属，不是双特技铲装。我要木头哦，100000木。而家资源其实冇用。冇啦，又系废啊！冇啦，揼唔到咁多铜币出嚟啦，揼咗两嘢，好奢侈，系直播奢侈啲。好，最后呢啲分数返还翻俾大家，每人派一次啦，派一个俾大家啦，等大家有个
一倍的回分给大家。好，咁今晚嗰个打造装备咧，就打咗21件铲装，靓装其实唔系好靓啦，只不过有特技装备，废属性全废嘅，咁分别有形神啦，有乔装啦，同埋荆棘，所以都唔系啲咩特别装啦，系得个乔装系专属装咯。乔装专属装，但系如果要用佢嘅话，啲属性都要再洗。系目前系我哋今季。S 十五应该是季中啦，季中下啦，又唔系叫季尾嘅，季中下嘅揼装备嘅分享，之后睇下季尾嘅时候会唔会再揼多次。